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澳门科技大学法学院，我是法学院的谢根亮老师。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法学院的陈默老师、叶子阳同学、曾庆志同学和徐冰校友，一起来跟我们大家谈谈科大法学院，分享他们在科大法学院的经验。科大法学院是成立2000年3月份，是大学建校时的四所创始学院之一，拥有学士、硕士和博士3级学位课程。硕士学位课程有6个，其中包括法学硕士、法律硕士、刑事司法硕士、国际经济与商法硕士、国际仲裁硕士以及金融犯罪监管硕士。法学博士则涵盖了9个专业。科大法学院的法学学位课程呼应"一国两制"原则，提供澳门法与中国法的双轨教学。为了更好地适应学生的职业化发展、多元化发展和国际化发展需要，我们先后在2008年、2019年对法学学士学位课程进行了修订。那现在我想先请教许斌律师，现在我们学院的学士学位课程跟您就读时相比较，那给您带来印象深刻的变化有哪一些？印象最深咧，其实系多咗好多有趣嘅科目嘅。对于我嚟讲咧，好多都好吸引。但系咧，其实进一步思考咧，而家嘅课程设计其实系更加实用咗，同埋系更加个性化咗嘅。咁內地法同埋澳門法呢種雙軌並行嘅教學模式咧，除咗係令學生可以修讀到更加切合自己發展所需嘅法律知識之外，仲比以前咧係增加咗好多更加實用嘅國際法律知識嘅。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理念咧逐步深化嘅呢個過程之中，識得兩地法律同埋具有國際視野嘅人才係已經變得越嚟越重要。喺就業面同埋發展機會方面咧，亦都係越嚟越廣、越嚟越多嘅。澳科大法學院的課程設置其實一直都很具有前瞻性。早在20年前，我是剛剛從瑞士預科畢業回到澳門，那時就比較了所有高校的招生資料，就發現了澳科大的課程設置其實是非常超前和國際化。到了現在，我成為了澳門的執業律師，並且都經常接觸涉及澳門和內地的法律工作，同埋喺珠海嘅香洲同埋橫琴法院咧，亦都有從事跨域嘅呢個調解工作。咁澳科大法學院嘅學習經歷咧，對於我工作咧就起到咗非常大嘅幫助作用啦。咁經過咗20年嘅發展變化，而家嘅課程設置咧，其實我覺得係更加個性化、實用化同埋多元化咗嘅。咁學生可以根據自己嘅發展嘅方向、興趣愛好呢啲去方面咧，去做啲更好嘅生涯規劃。好，谢谢徐明校友。那等一下我再问一下子阳同学，我知道你是来自内地同学，那么你在科大法学院这边的学习有哪一些自己的体验？据我的感受来说，澳科大法学院的学习其实是非常注重于实践，课堂中会有很多的案例研习、口头报告以及模拟法庭，而且除了学习内地法律以外，法学院还为内地同学创设了澳门法法定学习计划，在修习内地法律的同时可以比较澳门法律的一个特色。当然除了课堂学习之外，还有很多活动，例如法学院举办的望洋杯法律辩论赛、莲花杯法律演讲比赛、观音杯法律征文比赛，这些内容提升了我们的一个法律实践能力。而且在澳门科技大学，学生自发组织活动方面也是非常自由的，例如法学院学生会，其由学生完全自制运作，从活动的申请、筹备、举办到最后活动的总结都是由学生独立完成的。从最初同学们入校的澳门新生一日游活动，到日常生活中学生会定期举办的一个粤港澳大湾区知识产权学生论坛、法律文化周系列活动等，这些都丰富了我们的一个课外生活。而且在对外交流方面，我们法学院学生每年都会自发组织前往内地各大高校、特色法院、著名公司、法务部进行交流访问，在摄入知识的同时，也可以很好的去学习如何运用法律，在一些法务实务操作方面获取一些经验。总的来说，在澳科大法学院，学生的各方面能力有大量的机会进行锻炼，相信从这里走出去的学子能够跨别人一大步，成为一个合格的法律人。是的，谢谢子阳同学。那未来我们法学院也会持续对学士学位课程进行了不断的检视，来与时俱进，更好的满足同学们的需要。好的，下面我想请教一下曾同学。那我知道你是到澳门执业多年的大律师，那经过这么多年，你为什么会继续选择到科大法学院继续攻读硕士跟博士学位课程？谢老师。随着世界经济的变化，客户所要求的法律服务都产生了变化，而多年的
執業經驗跟我講，良好和紮實的學識可以為客戶提供更優質的服務，以及更好地幫助到客戶解決日常所遇到的法律問題。面對國際性變化多端的法律服務，令我產生到進修的諗頭。由那時開始，我就一直在諗緊要去哪裡進修的問題。在一次機緣巧合的情況下，有一個朋友跟我講，為什麼你不想一下澳科大呢？那時我想，是的，為什麼我要寫球員呢？最後就抱著嘗試的心態，就報讀了澳科大法學院的碩士課程。澳科大碩士法學院的課程和以前本科所學到的法律知識相對來說就比較國際化，老師來自不同的法律領域，加上又熟悉國內法律體系，令我在學習的過程當中有機會以科大老師和來自各地的學生進行交流和學習，將不同地區的法律體系融會貫通，令到自己就有一個更加全面和立體的了解。雖然一邊工作一邊學習就很辛苦，但在學習的過程當中自己獲益良多，又結識到一班良師益友，實在是令我終身受用。所以在完成碩士的課程後，我又繼續報讀澳科大的博士課程，期待透過澳科大法學院所學到的法律知識為客戶提供更優質的法律服務。嗯，謝謝曾同學。那麼陳默老師，我知道你是在內地、香港及歐洲分別接受了學士、碩士跟博士的教育，那你來澳門也有一段時間了，那能不能谈一下你对科大法学院有哪一些这个自己的体验？好，谢谢谢老师。那在我看来，其实澳科大法学院最大的特点，其实正如几位同学与校友指出，就是我们同时提供中国内地法与澳门本地法完整和系统的法学科目和训练。不管是必修课还是选修课，我们其实都非常注重比较法律与跨域法律的研习。那在此之外呢，除了培养学生们的基础的法学知识与法学技能，我们还积极地参加两岸四地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学术竞赛。那事实上，作为澳门高校的学生，我们参加这种世界性的竞赛也有着相当的优势。那近年来，澳科大的法学院越来越多的毕业生选择去美国或者欧洲的高校深造，还是在粤港澳大湾区这样子包含了不同法律体系的领域工作。那我相信在澳科大法学院的学习经历都会非常有帮助。嗯，谢谢陈默老师。科大法学院成立二十年来一直持续的不断的发展，那我目前是内地港澳法律教育联盟以及亚洲法律协会的成员。科大法学院也拥有教育部重点人文社会科学境外合作伙伴基地、澳门资产研究中心，以及呢上海合作组织国际交流培训基地、澳门研究中心。那我们也牵头组建了粤港澳大湾区资产权法律联盟。这些境内外的合作机构为我们法学院的学生跟老师提供了非常好的境内外的交流机会。科大法学院还设立了法律实践教学中心、仲裁与争议解决研究中心、澳门金融与法律研究中心，以及我们和澳门反洗钱协会共同创建的国际反洗钱师澳门考试中心。那这些校内外的专业机构为我们的法学院丰富了提供良好的教研的机会，也便利了法学院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科大法学院未来将持续致力培养本地及跨域法律人才，推进比较法与跨域法律研究，推动社会法治进步。那今天我们特别感谢来一起为我们大家分享老师、同学跟校友，谢谢大家的观看。未来我们特别期待大家加入澳门科技大学法学院，与我们一起同行，实现理想。